保代购的时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威小姐。那我先打断。现在时间大概凌晨两点，温度大概是个12度左右。为什么我们现在换短袖呢？因为我们今天要来测试一些冬天的那些保暖的产品。保暖神器的丢，我就找了一些现在流行的保暖的东西。之后我发现现在的这些保暖商品都没有什么灵魂，就都是一些什么发热衣，那就是暖气机，就是没有用心的感觉。所以我找了一些我觉得努力有用心的产品。嘿。第一个，噔噔，长得好丑，这是小朋友的比基尼。这叫做这个保暖护耳口罩，这是我们这两年一直在戴口罩，但是我们都忘记了口罩其实是有保暖的功效在的。那叫什么下足还是什么？这个这么多功能，那你讲下足，我就没有办法执行它。我在瞎拼，他现在还挖在脸上，一看就知道是淘宝代购。那个。28元，28，很便宜，对不对？我没什么物料。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小瞧它了，我们让陈川试试看。然后就是耳朵嘛，应该是把耳朵套起来吧。对，这个嗯，像像那蓝色星星，蓝色的猴子。哦，就是这样，其实戴上去之后看起来蛮自然的。2分，好，你是给他造型分是不是？看到这东西的时候，我最担心的是他戴起来会很不舒服，左卡耳朵右卡耳朵的。实际戴上去之后呢，觉得还行。1分的部分是完全想不到任何某一个时刻我会需要他胜过一个围巾，确实是一个问题哈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你乍看之下很合理，但是你找不到他真正使用的场景在哪里。真的到戴耳朵，你可以戴那种坏耳罩的，对啊，而且又好看。好了，拆掉了，拆掉。好，不吸暖腿哦，熊套感觉是不是？反正它就是脚用脚穿的，脚伸进去之后呢，自己可以把脚伸出来，就可以穿鞋。穿鞋，穿鞋，快！穿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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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鞋。那我好会造型。这个好热，光面刷毛。嘿，嘿。再粗的腿都包了进去哦。518块，那蛮便宜的。便宜啊？蛮便宜的。蛮便宜的。袜子好一点的都要200-300块啊，这是巨强版袜子哎，跟刚那个布料比起来差这么多。3分，落差很大。首先我觉得它虽然说吼看起来好像狼狼大大的，但它这里会有做一个束口，所以你不会担心它一直往下滑。这个是我意料之外，然后确实很暖啊。如果你是女生的 size 的话，脚底就不会崩开，会刚刚好。好，觉得不错哎，因为我睡觉没有到很丑。对啊，这个感觉可以出各式各样的花纹。对啊。我刚是想到了一个情境，比如说我是我的话，我可能穿着，然后就打电动，越打越热，越打越热。但是我很忙，对，我没有时间把它脱下来。那等到我打完这一场，然后把它脱下来之后，我就流汗了，然后里面就是湿的，我就永远不会再套进去了。好，枕头摸枕头样，好可爱。我只知道它是手机相关的，我这也是虾皮买，200多块钱便宜。手机在前面是一块透明的，侧面有两洞，就是我可以拿着手机。插进去，手机就会在这里面，你就可以在这里面滑手机。可是我好讨厌这个触感哦。你就可以在这里面看影片，双手不必外露。起雾了啦！太热了，太保暖了。起雾了！起雾了！起雾了！超背的。怎么可能？走心还没流汗，他就先流汗。看得到吗？起雾了。你看剧就跟你四面眼镜一直雾掉一样讨厌呢。2分，我不得不说，它毕竟是一个保暖用品，里面超暖的。我觉得你如果不把它当成那个看手机，你就这样子把手插在里面，手在这边真的超暖，就是这片塑胶片的功劳，你就可以在里面，然后跟人家用手语对话。你先把你的手露出来，走，你看，这是我今天做的指甲。哦，就这样。好，下一个，好烂，这个烂东西，走开。好，大型物件了。啥玩意儿？哦，非常划算。反正它就是叫这个过冬保暖什么东西的。然后这个这么大一个，哇，才1000多块钱，而且它还是插电的，电热毯哦之类的。这个东西呢，它这边加热睡袋，打开之后呢，里面就是这种像是被子的材质，捆成一根这样子。OK， 一，
什么魔术秀？然后呢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就可以立起来，把你手都可以待在这边坐下，是不是？点点虾子插进温度，今天才到最高吧？我手都没告诉你。你有没有觉得很温暖？还没，但是我觉得它里面那个原本那个绒布材质就有一点点毛毯的感觉。现在脚底板有点开始变修了，后面修了一片嘛。哦，难怪我觉得背热热的，背热热的还不错哎。太舒服了吧，两分，就是利益良善，我可以感受到他就是试图想让你太努力了，他没有赢过一个电热毯，没有，我觉得是我们不了解他，他来错地方，他应该去就是很北边，天寒地冻到你就是除了坐在那边发抖，什么都不想做，都不会想做，对，你这个人要地冻的地方，家里放暖气啊，不定啊，哦，可能修不到所有的地方，你去苏格兰留学之类的啊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这个就是你连站起来想要拿一个薯条或是拿个手机都会很痛苦，点个Uber要跳得去。里面现在是真的热，里面现在是真的温暖，里面是真的热，然后手这一层层也还行。我脚看，脚看，它对男生来说是不是略短？我不晓得，就是有点微妙。好 ，Wind Tour 人形睡袋。我有觉得听到不好的关键词，你是不是今天这一集是想要让我就是做一些很出糗的东西？没有。我以前去露营的时候，今天就是睡袋超级难睡，被束缚的感觉，很难翻身，手脚都没办法自由的移动。对。但是它好像可以彻底的改变这件事情。哦，这个蛮可爱的绿色哎，看到岔开来的脚，很像正规的睡袋。这睡袋，然后拉到这边，然后这边之后突然，这个开裆的哎，上厕所怕冷的。为什么要开裆啊？我不知道。快！到底在干嘛？这一集到底在干嘛？现在把手穿出来，连手都自由了。手竟然不能被套起来哦，我以为从头到尾手也是这样子。哇！前面这一块怎么回事？你去那个镜头前面跳一跳呗。他在干嘛？喂，廉价游乐园的玩偶。他在干嘛？我把手伸进来看一下，看懂不懂？可以这样子吗？我是一种超容易屈膝的。好棒哦，大绿。哎，男生的尺寸比较大。是不是？该不会我还可以？哦。适合你哦，因为你睡觉都会翘脚。对呀、啊，我翘着去睡上睡睡，那上怎么睡啊？哦天哪！8分，自认同。我觉得它可以堪称神器，没错。没错，我们看过很多东西，看起来很愚蠢，用完之后发现它真的很愚蠢。这个是看起来很愚蠢，但是你实际用完之后，你会觉得说 amazing。对，在睡袋里面睡，突然手机响，队友去尿尿都被蛇咬，你要救他，然后手机响，我在里面就觉得哦，好冷啊，好冷。对，那你朋友怎么办？然后去救他。这就不一样，你做的最自然这个，对不对？就还奔跑过去，手机响之后你就这样子冲出来，然后马上接手机，你被蛇咬了，然后我就马上就站起来，然后开始狂奔。没有人会感冒，里面人，不然给刮掉，两个人都获救了，很棒，很棒。我觉得它的材质算保暖，是真的是睡袋的材质。在车上说你穿上去还可以运动，好，很棒，不错不错。我们这次买的没有很多，样样是精品。哎，真的，我努力挑了。有，而且很节制。做每一个东西都需要勇气吧？推出每一个产品都需要勇气吧？穿上他们的产品也都需要勇气。好，所以你最不喜欢的是什么？安德惠尔。你没有用过，你要不要真用看？我不要。看哪，说不定没有你想象中真的这么糟糕。女生还会带妆吼，所以就是布类的口罩，其实对女生来说蛮不友善的。被流失，被流听，被流看。不管大小都带起来都变猴子。我最不喜欢就是这个，完全找不到它存在的意义。
最喜欢的。最喜欢的是，我觉得是这个哎，因为它没有很贵，然后我觉得是你居家每天都可以用到的东西。女生没有那么会流汗的话，我觉得真的蛮保暖的。你最不喜欢的是你这个口罩，太丑了，它太像某个东西。那你最喜欢的是？果然是这个睡袋，果然是这个睡袋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睡觉的时候也会盘腿，对嘛？嗯，根本没办法露营啊。但你根本就不会去露营啊。怎么办？万一要去的时候，万一要去的时候怎么办？万一今天地震，然后都倒光了，大家要住外面怎么办？对啊，我就是在那个国小操场的时候，对啊，我上了，对啊，嗯。我最不喜欢的，应该说目前让我最困扰是这个。超大一个的哎，对，因为它太大太定位了，就是好像台湾没这么冷。然后最喜欢还是这个吧，穿着睡袋然后可以翘脚的那一刻，那个真的是。你刚刚的那个愉快是发自内心的，不演的，发自内心的。外了，好不好？没有错。好，那今天的过冬神器开箱就做到这里了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每一件都变奇妙生物，这种回事。时尚单品，好吧，倒闭倒。陪你去看流星雨，我哎，我们是流星雨套餐。什么是流星雨套餐？就是一起去看流星雨套餐。这是乌贼套餐。